我是悠，今天呢是宅在家第八还是第九天，已经完全数不清楚了。然后中间是完全没有出过门，因为我的生活就是起床打电动、工作、吃饭、打电动、工作、打电动、睡觉，然后每天都是不断的重复循环。但是总之呢，就是在家里，对，完全不用出门，也可以活得很开心了。好啦，那在家久了之后呢，大家就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身材会怎么样？我朋友来帮我整理的几个瑜伽动作，然后看能不能做到最后。我会循序渐进的从最简单的，然后到最难的。然后我先跟大家说，我的肢体障碍，筋超级硬的，我觉得我第一个就要举举了。那我们就赶快开始我今天的挑战吧 ，Go Go！手臂与地板平行，然后这个是瑜伽吗？这不就是做肢体前弯吗？那我很烂哎，我第一个就要失败，这是最难的吧？他怎么会写这是第一个啊？怎么办？完全不行了，完蛋了，这我的极限，这我的极限。哎，我妹在吗？玉茹，你借我一下。啊！为什么都是姐妹，然后可以差那么多？有点样。好，那我就当成功喽。这样应该有成功吧？好，这个成功。我感受到我腰在酸了。然后第三个，第三个是上犬式。上犬式好像是最基本、最简单的啦。这样。然后呼吸用。还行，还行啊。这好像还狗。然后下一个是下犬式，哦，我感觉会失败，我连一个么字形都做不出来。不行哎，我的这个脚踝这边很硬哎，我的天哪，我连一个么都做不出来。完全没贴平都弄不起来了。哦，好痛哦，会痛。玉柔，你试试看。差很多吗？差超多。差很多。你一个形都没有。不行，我真的不行哎，这是原来是会失败的哦，我以为会很顺就做完全部。没有。下一个比较简单吗？下一个是单脚下犬式。这样。小心狗狗。你这样有吗？有成功吗？没有很标准。会抖会抖，而且屁股会痛。天哪，我是老人吗？他说这刚刚全部都是初阶的，最基本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初阶的，但是呢，接下来的话是中阶的，但中阶我感觉比较简单。中阶是这个。不要瞎掰好吗？中间就成功了。有。然后呢，中间的另外一个的话是，哦，这个很老鹰式。好。为什么？这是瑜伽吗？完全。等一下，我快了。不像。不像。完全在哪里？你能不能超过十秒？有十秒吧。差一点。一、二、三、
没那么标准，但有动到。有喘，有喘。超级酸！我刚那有成功吗？跟图片蛮不像的。起来啊！被卡住。哎，可以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动作一定会瘦。但我觉得我越成功。有。有成功。有。哇，你撑不了三秒哎。没有十秒，我觉得我背要扭到。加油。有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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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好像我很瘦，可以分他一部分，嗯，双手，哇，而且很危险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我要放弃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感觉我手要扭到。那先放放吧。你应该碰不到吧？没有，我现在要做第最后一个。哦。好，腰撑住了，然后我要把它立直。伸很直。有有。偏难，有很多东西可以靠毅力达成，没有靠名人。好好，明天不会像我这样。我要做一个轻松的伸展运动。大家知道这个姿势吗？姿势是我觉得最有用的瑜伽姿势，其他的都比较难，这个很爽。好，好了，我把腰热到不行。嗯，这样算挑战成功吗？有些成功，有些78%成功，87%成功吗？嗯。好，今天影片就在这边结束了。好难哦，那这就是宅在家里大家可以做的白痴事情，大家可以挑战看看。嗯，然后就是小心不要运动伤害了。我以上都是节目效果，我其实是非常筋非常软的人。如果有人相信的话，就下面打相信吧。然后如果想要聆听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、追踪我 IG、按